惠阳，你精神了？谢奶奶。别烦恼啦，信贤手术真成功啦，过几落久哦，就会当转去普通病房。我唔是问这啦，我是咧问肺炎。啊，信贤到底是什么肺炎？ 啊，叫医生来，我今麦就要问清楚。啊，信贤本来就是 A B 型的啊，要问啥啦？我唔相信啦，叫医生来，我今麦就要问。哎，那也啊，你还激动啊？医生讲过你是操劳过度呢，哎，好我都要困啊。这个问题我不清楚，我唔甘愿啦，我今麦就定验。 顺续哦，连亲子鉴定的做伙做做的。信太啊，你嘛替我看看你爸爸一下，伊的情绪真来激动哦，身体变来堪治。爸，这代志哦，早晚有清楚呀。你即马先好好休困哦。啊，既然哦，信贤都已经救回来啊，这个表示讲病医用的费哦是符合信贤的血型啊。啊，到底是什么血型，咱去问一下就知影。 哎，吴大，你真是来着？一定。阮后生，哦，吴大，你放心，你在家即马就平安啦。我唔是问这啦，我是问伊肺炎到底是虾米肺炎。安尼啦，请你身体我安排哦，我甲伊做检验，哦。检验是要做虾米检验？ 啊，就是阮先生，是安怎发现的血型变作O型的代志啊？是啦，以护林甲母党的血型来讲，是确实是无可能生O型的学生出来啦。啊，关于这点，我嘛感觉就是咧。啊，不过一定，啊，先生验出来就是O型啊，啊是讲其中恁病人有出现问题？啊，安尼我代表阮病人吼来向你核实咧啦，因为。 迄当阵咧做手术的时阵哦，另外一个手术的患者嘛是需要收血，可能是当时的状况哦，伤过紧张啊，咧交代讲无清楚啦。迄个患者伊是 O 型的，啊，而且也是 AB 型的，迄家长吼尾仔马上有发现着，哦，随解过来，嘛，才无做成大错啦。嗯，今天不当一个人回事咧。真歹势哦，是我摕到错误的通知，造成大家的困扰，我真歹势。 安尼，吴董，啊，你着好好休息哦，身体要保重诶。啊，而且啊，迄边我已经用上好诶资源咧甲照顾啊，哦，阮一定会尽上大能力来甲伊治。多谢医生啊，您辛苦哈。奇怪。 这么大件的病医竟然买代志种代志，我唔对。好佳哉啊！咱当初就冤咧吵吵闹闹，才知影信贤的血型严重。啊，若无那真正是输错血哦，迄代志都大条啊！伊叫我讲这是误会啊，你搁伫遐讲人讲啥？不要啊，非得是误会啊，莫搁想啊。多谢医生有讲。 你是操劳过度，需要多休困，看到你安尼愈来愈瘦，我烦恼的你知无？哎，我本来有时间通休困啦，公司遐尼侪代志，拢无人会用分担，即摆四年咯，搁来甲我制造麻烦，哎。好啦，恁爸家有我照顾就好啦，恁等下先去挂信贤。 就等去厝诶，准备一寡新鲜，段姨妈用诶物件。好，我知影。妈，爸，那呢，我先回去。嗯，妈，好好休困，吼，我先去看新鲜。哦。小雨为着一个无适合伊诶噪音啊。 不过，迄个妈连家己的命都赔入去，连伊身份的秘密嘛，差一点嘛就被坑。
一拄好飞鸿昏去，搁要哪有迄个时间叫阿晨替我去打卡手，家己火线暗扛袂去。即马总算是有惊无险。若是要飞鸿知影，你毋是我甲伊生的后生是啥？是我甲陈忠情生的小雨，一定引起大地动。就会辜负掉当初我甲信贤的约束。信贤，我嘛宝贝阿囝，你有答应要陪我一世人的哦，所以你袂当放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不是，因为你已经把我早就放弃啊。我今晚请假干吧，我等不天啊！我心都好，你已经找到你家真安心好心啊！你就是你。小雨就小雨，妈妈足贪心的，我无想要失去恁家中任何一个。别哭哭，别哭伤心嘛。我是要安怎嫁来归家？尽情讲话，甲小雨哥用心爱莫有代替我，我不怕有我你甲怕，我的一世个个的，嘛因为受伤会有。会安排，妈，这真正不得无，刚刚天公伯，真正是想要跟你娶走，要替我一人斩阴险。你爸跟我讲过，父，我想以生死由命。山丘，你跟小雨哥生来，不过你无阿家相处，阿不是你就分开啊？妈，你阿不是啦，就让小雨哥用我的心魂陪伴你。免承受失去后生的痛苦，一定要告给大伯。谢谢，你相信妈妈，我一定会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你别放弃，你别放弃，你别离开我，你别离开我吧。中国小雨哥，别气我，别听意思。就我心娘，妈，爸，心，不，谢谢，
我不怕惊，你哦，都袂阁艰苦。好，谢谢。歹势啦，其实迄天我是跟有心想出去。无要紧啦，免后悔歹势，我会当了解啦。这嘛是我家己主动甲阮娘讲，莫提起咱两个人的关系。我希望你会当顺其自然，想起我，想起咱的过去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。过去，我感情也对你有遐好啊，好甲值得你安尼等待我。啊，若万一我拢无甲你想起来，你是要安怎？我永远拢会记的。咱巧合当阵，你无顾一切，搞烂条条，用你的身躯去保护我。就是安尼，咱的囡仔才无惊。过去我讲出侪袂错话，也毋过我今麦要讲的每一句话，都是真心的。我爱你。伊当初你甲我讲，你爱我，你足爱我的。伊嘛是你头一届对我讲，你足爱我的，所以不管我哪付出，我拢欢喜甘愿。你看起敢足伤心的，我嘛唔知要安怎安慰你才好。来啦，你莫讲。姐，我只是，我还得控制我家己情绪。啊对啊，我今日来这主要原因是想跟你讲，卡斯讲你真正该有圣贤，想要跟伊做伙，避免顾虑我的想法。啊，伊若随时想到，要跟我解除咱两个婚姻关系，我会陪你去办办者，咱办离婚话紧。我袂甲你冤不掉的。讲这个话是认真的哦。当然百分之百认真啊。哎，你敢袂想伤啊？我甲吴信贤应该是无可能啦。因家的人对我有意见啊。我甲伊之间哦，嘛有足侪原因，可能真正嘛是行袂落去啦，所以未来变啥款，阿仔。病院人讲，吴信贤手术真成功，真顺利，你当放心。Yes， 你看，我哥传简讯来啊，伊讲吴信贤手术哦成功顺利，啊，你的话。啊！安尼真好啊，你总算能放心啊！我看阮娘难免要回来啊，就莫给你吊了啊！你好好休困，我先来。哦，多谢你的红酒炖牛肉。没啦。对待罗家峰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